台湾台北市的林宗平先生请代为协助寻旅美侨民金紫琦女士返台处理相关财产继承事宜。金女士现年58岁，1979年与美籍德州居民结婚，1990年6月赴美定居。8年前曾经居住在德州 Garland 及 Dallas 地区。敬请金女士本人或者是认识金女士的侨界人士联系休斯顿侨教中心邓小姐，她的电话是713-789-4995，分机105。